狡辩了一下，而到了极光之恋，伊美人阿肯图帕就如同继承了隔壁的洪荒之力，生都受不住，爆发界无关各有各的想法，用力到场面失控，非常不自然，演技只存在于花千骨那人设碰来的夸夸里。所以呢，奉劝各位演员还是专注于提升演技吧，离了人设就见光死，真的不尴尬吗？啊？影视剧女魔头大赏，你对谁怜惜不已？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最近呢，进入武侠世界，孟子义是有个梅超风赏大分了，美艳破碎又可怜可悲，跟谁都有 CP 感。同时呢，她还是个人人喊打的女魔头，这种迷人美艳、命运凄惨、可怜可悲又可恨的女魔头角色，是古装剧里的一道风景线。非要逼我现在就杀了你们吗？